勤劳的羊儿有米吃，今儿我上山采苗叶去。我看到好大一张张的木耳啦，看那个野木耳有我巴掌那个大了。哇，你可以炒一盆了耶。你不要看到那条挪威样子很凶猛，其实它是很温顺的，它每天的工作都是放羊哈，是不是？嗨，上次那个料也成了热销产品，我今儿来多打点儿。差不多了哟，希望能像那天那个大卖。哦，哎，哇，这肥白，呸！我看到铜子粑粑了，哦，不对，铜叶了，铜叶了。小时候干厂，经常买那个铜子粑粑吃，现在好少看到那个铜子树了呀。你看，今儿吃南瓜花，屋头的南瓜花还没吃，下回来采的。回家煮粑粑吃。今天我要拿那种花来蒸一道美食，要把它的花心切掉。加两勺豆粉，加两勺淀粉。加两个鸡蛋，再加适量的盐，加上清水，搅拌搅拌。一定要加一点油进去，勾一圈，把花放到里面，勾一圈。前两天做的桑葚甜酒已经好了。飞白来，嗯，就是咋喊了。